在1984年岁末，国内影坛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巨星，他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，同时荣获金马奖影后以及亚太影展影后2项最高荣誉。他，杨慧珊，不仅用事实肯定了自己的演技，更让国内演艺界因他而平添无限的光彩。自离开学校进入演艺圈，杨慧珊从电视剧的演出开始起步。为了磨练演技，杨慧珊从不挑剔角色的好坏，不管在泥泞中打滚，或者在疲倦中熬到通宵，杨慧珊始终是那么勤快和敬业。她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就像千面女郎般的千变万化，小逃犯中的一个平凡母亲使她荣获了一座最佳女主角金马奖，凄凉美丽的玉清嫂再度显现出杨慧珊戏路的广泛，而玉清嫂这个扣人心弦的悲剧角色也在她细腻的演技下绽放异彩，获得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。杨慧珊的美不仅使她成为摄影家镜头下最美丽的题材，她的美更是许多著名杂志畅销的最好媒介，而她工作态度的认真在圈内更是有口皆碑。她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，她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喝彩。我的爱。